我是小贤。最近啊，我发现啊，你们在我评论区就说一件事，整活。小贤什么时候整活啊？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个整活博主了？爷清洁整活博主不整活了，我这不带着活来了吗？近日，一位外国小哥用免费的淀粉制作了一种耐几千度高温的超防火材料，放在无情铁手上用喷枪烤，居然毫发无伤。材料这么简单，搞它。玉米淀粉、小苏打、胶水混合就行了。说混咱就混呐，你混我混全都混呐。咯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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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咯砸麦，想什么呢？想什么呢？绝对绝对不可以用手做实验。虽然大佬已经用无情铁手给我们试验过了，但是不可以模仿，很危险的。嘿，塑料瓶，小时候玩火的都知道啊，遇热就弯。既然它可以抵御千度高温，如果把它裹在瓶子外面，应该就可以保值了吧？先拿一个普通的试一下啊。就完了，我离你八丈远。月儿弯弯，月球表面，好像带了一只翅膀。再试试啊！哦，好多新点子，现在还是没有凹进去的现象。这么厉害吗？外面这层玉米淀粉都糊了，它都没有变化。真的假的？你看它都烧成什么样了，旁边周围这些地方都已经扁了，但是这里还是圆的。我现在把它拆开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是圆的。你敢信吗？外面都已经糊成这样了，它里面还是纯白的。然后你看它这个瓶子，就除了上面没有覆盖到的地方有点扁之外，下面真的完全没有变化，太强了吧。我拿了俩鸡蛋来啊，这鸡蛋啊60摄氏度就能熟，我今天就试试它裹上那个材料是不是真的就不能熟。公平起见，我们计时一分钟。好，哦哦哦，好可怕。啊，怎么还没到时间？它好香啊！我们温枪测一下温度啊，78.4度，已经超过它要熟的60度了，所以它已经熟了。看到吗？它已经糊了。换一个，给它裹上啊。哎，觉得这颗鸡蛋会被烤熟的扣里蛋，觉得不会烤熟的扣留皮。计时开始。真的没有变化，它太强了吧。我们测一下温度啊，它现在是79.9度，跟刚才那个鸡蛋的温度不相上下啊。我们看看里面是什么样。鸡蛋完好无损，鸡蛋表面是32度，冰凉，它里面是白的，外面已经是这样子，还冒着烟，你们能看见吗？它应该不会是温泉蛋吧，高质量的鸡蛋。刘皮，你猜对了吗？哎，我突然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我最近在玩这个家庭模型的拼装啊。如果我们把这个防火材料当成我们建筑的某种保温层啊、防水层啊那种，把它当成一个防火层也建到房屋里，是不是能够抵御火灾，增强我们房子的安全性呢？试试。1 hour later， 给你们展示一下我的二层大别野啊！这是一层地板、天花板，这是二层，准备了一些家具、书柜、床、沙发、厨房、餐桌、椅子、床头柜、空调跟马桶。现在把它搬进新家。现在家
已经全都装修好了，我要带他换个地儿。孟母三迁，迁。就这儿吧，有山有水有树了。嗨，放在这儿它可就是海景房了。我现在要开始把一楼裹上防火材料，二楼我不裹。一会儿我们就模拟一下火灾现场，看看这个防火材料到底是不是可以真的防火。然后把防火材料裹在一层的外面。弄得这个好艺术，溶洞的感觉，这好像上次用那个粘土盖房子一样。上次那个好多人吐槽我说盖得像狗窝，我都看见了。我给你们个机会，这次好好说啊！真是为了这个家亲力亲为啊！好，哎呦，晒得我脖子疼，不行了，糊了。换个手套吧，手上全是汗。这个防火材料被这个太阳一烤，它就干巴了，所以我要一直往里头加胶水，让它保持粘性。然后它一粘了之后呢，就会从屋顶上淌到下面去。哎，双刃剑。OK， 现在我一楼的防火材料已经全部都糊好了，现在把二楼放上，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封起来，看看这个防火材料到底能不能防火。大别野怎么都没有房顶啊，累死我了。OK， 现在我的别野已经完完全全的建好了，一会儿我就模拟一下外墙起火，看看我的一层能不能保住。重要的事情说三遍，不要模仿，不要模仿，不要模仿啊！我可是都做好了十全的安全准备来的。开始了。一楼烧了，一楼烧了。哦，已经烧到二楼了，烧到二楼，啊，二楼烧的好凶猛啊！哦，烧穿了，烧穿了，没想到凶手竟是我自己。二楼彻底没了，中空。哦，这里面烧成了一个大面包，这个方法还可以烤面包，哎，感觉很香。就看一会儿这个面包切开，我的沙发还在不在。现在二楼已经灰飞烟灭了，一楼看起来还是固若金汤，而且还很香。哦吼，大楼倾塌。我觉得已经烧完了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这是我的什么？这是我的床吗？好像也不是，马桶也已经不见了，什么什么都没有了，保存的相当完好。我们现在来测量一下，经过一场大火之后，我的一层现在是多少度啊？哦，它现在只有50度。哦，它现在完全不热了。我把它打开看一下，我一楼的结构有没有发生变化啊？猜我一楼发生变化的打下次一定，没发生变化的打你真棒。OK。真的很像早上烤糊了的面包，烤脆了。证明我们的防火材料真的可以防住火灾，证明我们没白折腾呀，实验成功。喂，王秘书，先订一卡车玉米淀粉送到工地，干什么？盖房子呀。小朋友们千万不要模仿哦，都过来打扫卫生了。